漫步》逢星期一至五6点至8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咁啊，呢排我都係會播一啲即係喺九十年代啦，咁啊比較 hit 嘅即係英國嘅樂隊啦。當然有啲唔係九十年代已經出道啦，不過嗰陣嗰時佢就開始就大紅啦嘛。咁啊有 Oasis， 咁啊有 Sway， 一定係會有誒咁啊 Blur， 咁啊即係呢三隊哇，對當時就好犀利。好正啲歌。啊，今日我哋今日有十三會啦，點解最尾呢節十三會你又想有啲咩係即係帶俾觀眾咧？好耐冇見大家啦，咁咧我嚟呢度做嘢都。我想有兩年多了 OK 兩年多是啦，咁呢第一次坐在呢個位啦，咁呢好耐冇同大家傾偈啦，咁因為阿啤李哥呢佢而家去咗旅行啦，同阿嫂，咁當然啦，我都好想繼續幫阿啤李哥去講下我哋本台嘅產品嘅，咁另外呢就係成節咁長啦，就同大家又傾下偈啦，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想問我，我相信而家喺 chat room 呢應該有啲朋友咧係有上過嚟嘅，或者有啲係冇上過嚟嘅，都好歡迎你哋問下我問題啦，或者同我傾下偈啦。咁我又可以同大家傾下我而家嘅動向啦，即係除咗喺呢一度工作之外，咁我仲有啲咩嘅嘢想同大家分享咧？咁陣間可能都會同大家講下。係啊。係咁啊，有咩想分享先咧？今日即係分享咗先啊。你想講咩先？好啦，咁今日咧，因為咧成節咁長啦，我準備咗啲呢個。阻力帶訓練嘅，點解要訓練這個呢？因為呢我在這裡做嘢嘅呢段期間呢，我就成為了一個 PT 啦，即係 personal trainer。咁可以俾大家睇下張相先。係啦，呢個就係我嘅 personal trainer 嘅呢個證啦。咁咧，我而家咧都係星期即係星期一至六啦，喺呢度翻工啦。但係朝早嘅時間啦，同埋星期日咧咁我都會去教書或者係教呢個 PT 嘅。咁啊，上今個星期一啦，啱啱去港台咧就接受咗一個訪問啦，都係教啲人用阻力帶去做運動，未出街嘅嚇，咁可以睇下啲相啦。阻力帶嗰啲嗱，呢個係我嘅學生嚟嘅。看看他不是我來的，是我的學生來的。Okay. 那他 的,、他的上半身我覺得是操得很漂亮的。還有這個女生她很自律和很勤力。最重要personal trainer 我覺得最重要的其實就是給安全的動作給學員，和令他有這個動力繼續去做運動的，去保持健康。這個是我的學生，他的膊頭和他的這個肩膊背脊是真的練得很漂亮，非常好。我的學生加油啊 ，Linda！ OK，Linda，Linda， 呢個就是我星期一咧喺呢個港台接受的一個訪問啦，就是教大家用阻力帶點樣去做運動的體適能教練。咁都多謝 ASFP 同埋港台啦。咁我好久之前喺港台拍啲教育電視嘅，咁入翻去咧就見到啲同事咧，包括中間呢個 Eddie 啦，都係之前嘅同事咁啊，好開心。仲有邊個嘅莎莎靚唔靚咧？大家記得去 follow 佢嘅 IG， 好靚女噶，好 nice， 好專業嘅主持人。好啊，係啦，就搞呢個阻力帶，今日都係帶咗呢個阻力帶嘅嚇。好，繼續啊，係啦，都係嗰啲相啦。好啊。大家到時可以注意下留意下呢一個節目啦，叫做《港台體壇一二三》。冇錯。好，咁跟住啦就可以翻嚟啦。咁咧嗰日咧，我同阿十五户咧喺節目度咧，唔係喺出邊就喺度講緊啊點樣做呢、這個因為我哋成日對住電腦啦，肩膊咧都好緊嘅，或者我哋成個嗰個姿態咧都係好寒背啊咁樣。咁我就教十五秒用呢個阻力帶做下呢啲運動，咁啱有個客喺度，咁佢又話：咦，我又想學喎、咁樣，咁不如今日我哋用少少嘅時間去做幾個動作啦。好，咁你不如康正同我，因為康正都有做開 gym 嘅，佢係好大隻嘅，同埋佢個人咧成個感覺都係好 energetic 嘅。好，咁希望咧我哋大家都可以越嚟越健康，除咗要做運動之外，都要食我哋嘅 supplement。好，這個呢就是15kg 的，這個是5kg 的。咁咧，因為康正冇玩過，我哋 feel 下佢先，好冇 ？feel 下佢。係啦，咁第一個動作其實要，好啦，我準備除衫啦。哇！好，
睇下先，靚唔靚先 ？OK， 好啦，嗱，睇新聞教練最緊要就係令到你自己有呢、這個好嘅狀態啦，同埋好嘅身形啦，咁同埋咧可以俾到大家一個 energetic 嘅感覺。好，第一個動作就係我哋快速激活我哋嘅肩啦、背啦、成個上半身嘅，將隻手咧就擺喺我哋嘅大髀前邊，手臂打直。好，咁跟住我哋要做一個半圓形喎。拉去上面，因為我條繩是綠色的，跟住咧去到頭頂的位置，繼續向後，俾大家看看，繼續向後拉去後面，呢、這個動作咧可以幫助我哋快速激活我哋嘅肩啦、背啦、膊啦，老人家同埋呢一個嘅小朋友都可以做嘅喎。我每日咧都會做十下，出門口之前，咁樣會令到自己成個人咧係自信啲、挺拔啲，做嘢咧都更加嘅正向啲啦，康正有冇 feel 到啊？系啊，系啦，做所有嘅動作嘅時候咧，都記得挺胸、收腹，感覺呢個肩胛骨咧後邊有支筆，你要夾住佢嘅感覺 ，OK？ 好啦，呢個係第一個動作。第二個動作，我哋好多時候咧，發覺啲人咧，佢係有少少咁樣，寒背啦，佢個脊椎咧已經係彎曲噶啦，同埋呢成日都咁樣。咁大家坐喺 office 嘅時候咧，要留意嘅，因為我哋成日咁樣打字就咁樣，變咗喪屍啦。有一個好重要嘅呢、這個地方叫做深層頸屈肌。你摸一下，摸一下我可唔可以摸一下你啊？佢都係 OK 嘅，即係緊實嘅。如果你摸上去咧，佢係鬆泡泡咧，可能呢個地方你要鍛鍊一下佢，因為佢好鬆，你就會變成咁樣啦。點樣鍛鍊咧？坐喺度都得噶喎。嗱，我呢個咧，因為係15kg啦，咁我就用單邊，康正都可以試一下。我哋將呢條繩咧擺喺我哋嘅後尾枕呢個地方，即係最突出嘅呢個後尾枕呢個地方。咁跟住睇住啦，我哋要挺胸、收腹、沉肩，個肩膊唔可以縮起啊，沉肩。跟住用後尾枕向後拉個脊椎，同時間隻手向前 ，feel 唔 feel 到？嗯 ，OK， 翻翻嚟，好，阻力帶。用力的時候呼氣 ，and 翻嚟嘅時候吸氣，好，咁樣咧，你每日做15下，跟住做三組，一組15下，做三組，你成個嘅呢個脊椎咧係會好好多嘅，係啦，好啦，咁今日咧就教住兩個動作先啦 ，OK， 下次有機會嘅話再同大家分享，好，咁咧。做完運動之後咧，咁咧我哋就要sell 下我哋嘅產品，好唔好啊？係啦，因為做完運動咧，其實大家最緊要就係補充乜嘢啊？蛋白質。嗯。母親節就嚟到啦，我哋有呢個燕窩啊，燕窩咧佢嘅蛋白質含量咧就好多嘅。不如我哋都講咗呢個八爪魚先啦。Okay. 今個星期嘅八爪魚咧非常抵啊，258蚊。以前是賣多少錢的？康正記不記得？388。是啦，388。現在是258元，好抵啊！所以大家快啲上嚟訂啊！限量的嚇，限量的，因為真的好抵。呢、這個是啤梨哥同阿嫂咧，佢哋係食完嘢之後啦，係食完嘢嘅時候嗌一本廚師係切開嘅，所以切開是很大份量啦。咁之前咧有一次我哋做過300元嘅，咁啊15壺咧即刻就。買咗，跟住咧佢即刻喺呢個 office 度咧，佢就攞咗成條喺度食。怎麼咬？係啊，仲分享咗一條俾我食，嗰啲酥酥咧係脆㗎，成條咬犀利，爽脆鮮甜，所以大家記得啊，幫我哋係啦，幫下我同沈妹啦嚇，幫下阿 Billy 頻道啦，因為而家生意真係市道唔係太好啦，但係都好開心有大家嘅支持，有啲上嚟嘅客咧都成日同我哋講加油加油，或者又會拎啲嘢俾我哋食啦，有啲由澳門過嚟啦，或者移咗民去泰國嘅，跟住又翻翻嚟啦，又喺我哋呢度買嘢。其實13妹喺呢度做嘢最大嘅開心就係同啲客人有一個好好嘅互動啊，同埋大家係有回憶嘅，唔係一日兩日，係幾年幾年咁樣。咁你哋又見到我成長啦，我都見到你哋嘅變化，都好開心，係啦。呢、這個跟住下一張輪候我，冇錯啦。嗱、這個咧就係我由我哋呢個產品開始，跟住到而家我係 keep 住食嘅，都食咗差唔多成年幾噶啦。嗯，你記唔記得我以前做運動好黑啊？嗯，依家白咗好多。係啦，白咗好多。我覺得這個呢個咧。
有好大嘅效果。同埋咧，我哋做譬如話做一啲重訓嘅時候，我哋嘅膝頭哥啊，其實都有機會，如果做一動作唔啱啊，或者係你嘅肌肉量唔夠嘅時候，都會痛嘅。冇錯。所以我就每日都會食呢個啦，每日食四粒嘅啫。咁食咗之後咧，皮膚我自己感覺皮膚係最重要嘅，係靚咗。跟住咧，你做運動嘅時候，你嘅關節咧，我覺得係靈活咗，同埋冇以前有陣時會痛啊，或者係覺得有少少唔舒服嘅感覺都冇啦。同埋好多老人家，我哋嘅客啦，翻嚟同我講，佢落牀嗰一下咧，係會覺得隻腳筋咧係舒服咗好多，完全唔痛啦。嗯，這個是很好的，是啦，咁大家記得食啦，或者送俾媽咪啊，媽咪母親節之後出去飲茶，皮膚咧成個人咧係光鮮靚亮麗嘅，廣東話要加油，光鮮靚麗，亮麗啱，亮麗光鮮亮麗嘅，咁Auntie 啊，咁都會好有 face 啦，大家都會讚靚靚啊，咁樣好，下一個啊，這個就是 Harry John 啦，點解我今日要擺呢張相咧？因為咧，我有個客啱啱翻嚟，俾咗啲相我，佢 before and after 嘅。阿正都用緊啦，阿正個 before and after 我哋仲未出。但係如果你睇翻阿正，佢成日都話係唔係㗎，係唔係㗎？但係你睇翻阿正可能大半年前嘅片啦，因為我哋係有 record 㗎嘛。同佢而家咧，我覺得而家係成個頭髮，特別係佢有條髮財毛嘅，隔離嘅毛毛係多咗好多嘅。我哋睇下個客嘅 before and after。這個是前面，這個是沈太，我都不介意，我都問過的了，不介意即公開他們的沈太的朋友，這個男士，他的左手邊就是 before 的，後邊第二張就是 after， 這個是前面的頭髮，我們可以看到他頭頂的那個位置呢，是多了很多，即多了一點點，不是說很多，因為始終他不是用得很長時間，但他很樂意跟我們分享後面。這個我覺得後面就有點明顯，對，很明顯，是不是？可能我的頭髮又長了，再加上我們部機它是一個健康的毛囊，裡面有三條頭髮的，但是因為我們的生活壓力和用的東西可能不是很天然啦，又或者是你的油脂分泌過多啦，就會令三個塞一個毛囊裡面的三條頭髮變成兩條或者一條，是的。現在我看到它是不錯的，它有樂意跟我們分享，多謝。好好啦，跟住落嚟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除咗喺呢度工作之外啦，咁我仲有呢一個嘅做 PT 啦，仲有啲乜嘢做緊咧？就係我朝頭早去教書啦。咁呢啲就係我嘅小朋友啦。我生咗咁多個，我都想，大佬，我都好想。成日啲人問我你係咪有咗啊？嗱，睇下仲有冇？有冇？唔似，但係我希望快啲啦。係，都調理緊㗎啦。啲客成日上嚟話俾啲意見啊，或者俾啲醫生我啊，都多謝你哋對我嘅關心。咁我同我老公咧都努力緊㗎啦。不過咧，而家心態已經好咗好多。咁咧我哋都係盡力而為啦，有就有，冇就冇，唔緊要嘅，因為。你看看我的學生都給了很多開心我，他們看到我呢真的曹老師曹老師這樣，其實已經即有另外一種滿足了，是的。好，這就是我的學生，真的 很開心的，是的，13媽媽，是的。咁我都會開一些小朋友的班啦，是的，陣間都會跟大家講一下。好啊，開小朋友班。好，跟住落嚟就要同大家講嘅，都希望大家支持嘅。咁呢個地方咧就係、我老公嘅公司嚟嘅，係啦。咁咧我而家好明顯係用呢個平台幫老公做宣傳。好，但係唔緊要，但係係希望大家支持嘅。呢個係我唔係啊，俾你骨知我都唔緊要啦嚇。我會同佢講，佢都應該見到嘅，佢唔理冇理由唔知嘅，佢實知嘅，係啦，佢實知嘅。嗱，呢個地方就係我老公嘅公司嚟嘅。咁咧，大家都知佢係做影視方面㗎啦。咁我都喺娛樂圈識到佢啦，都好開心啊！我哋可以一齊十幾年都保持咁好啦。呢個地方咧，佢除咗可以做影視製作之外咧，而家都會租場嘅，租場俾大家做乜嘢啊？呢個係一個多功能嘅活動室，可以有啲。大型或者小型的會議啦，我哋有幾間房嘅，容納10至50個人都可以嘅。
采光非常好啦，你入到去是很光猛的，干净企理，各种啦，譬如话啲手作班啦，或者系啲大型嘅会议啦，啊乜都可以，我自己都会喺呢一度开班嘅。咁我星期日咧都会喺呢度开呢、這个老人家嘅阻力大班啦，系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你就可以DM 我，大家应该都有我嘅 Facebook 或者 IG 嘅专页啦，系啦，可以。嗱、啊、呢、這个系啦，继续可以继续睇下啲相啦。啊這個公司入面的一磚一瓦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和我老公去選、去買、去經營、有很多人都、在、我結婚的那條直播上有些很多人都看了，還有很多人都、祝福我，還有、我當時結婚的時候都有收到大家的信啦，我都沒有一個公開的機會跟大家說多謝，我相信現在有很多可能是海外的或者是、香港的、朋友，多謝你哋，係啊，係啊，呢個就係嗰個門口，應該後面仲有另外一間房嘅，唔緊要，快啲飛飛飛飛飛飛，係呢個廁所啦，飛飛係呢個另外一間房啦，啲凳啊、啲台啊，全部都係可以移開嘅。好，跟住咧，仲有一個靚女，我嘅朋友喺嗰度教中撥嘅，大家可以後面又睇下啦。中撥咧就係一個聲音療法，可以令到大家有啲人失眠啊，你用呢、這個。重撥的聲音療法呢，你真的可以在個一個小時裡面是可以睡得很舒服的，這些就是那些儀器啦，這個是我們的場地，當然是美女啦，我的好朋友來的，如果大家有機會、有興趣都可以 DM 我的，無論你是想上這個阻力大班，或者是想上這個重撥班，或者在這個、personal trainer， 我會在 gym room 裡面教有地方的，大家都可以 PM 我的、是啦，這個是都是是啦，你看佢咁樣成個頭，跟住令你好放鬆，跟住咧你會有一段時間係真係可能四十幾分鐘喺個呢個咁舒服嘅地方瞓著咗嘅，係啦。好，呢個係我嘅好朋友。OK， 呢個就係、是我哋上緊租緊場俾人哋嘅一個畫面啦。你睇到呢間房都係呢個堂係有30個人嘅，係啦，出邊仲有兩三間房。咁如果有呢方面需要嘅朋友咧，都可以 DM 我。嗱，呢個我老公啱啱整咗個 IG 嘅專業叫 Page Workshop， Page P A G E， 跟住 Workshop Limited 係 IG。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租地方或者係揾我上堂嘅，都可以 DM 我。咁當然我呢度一定係繼續為大家服務啦，喺呢度賣嘢啦，係啦。OK， 好。我再刷一次我美麗的身段給大家看，好，希望大家呢有機會跟我一起喝做運動。再講一個很簡單的，放在胸前差不多 1.5 倍重，我們這個鍛鍊我們的都是背脊，我們的三角肌拉開，回來拉開，呼氣回來拉開 and 回來，這個鍛鍊我們的背脊，大家記得挺胸收腹，雖然現在的社會不好，但我們依然要留在這裡的人，我們都要加油，繼續給一些 energy 給自己，跟自己說要加油，知不知道？還有就是我們好像下個星期都有一個，我要一定要表揚阿靜，阿靜非常好，為什麼呢？因為比利哥不在這裡這麼長時間，跟住咧，你睇佢每一集，你諗下要請幾多嘅嘉賓，跟住首先人情啦，跟住時間啦，佢翻去仲要做最正分析嘅。佢咧，我成日見到佢咧，佢都係好緊張咁樣攞部電話。其實我都知道佢做緊資料搜集噶，咁都多得有康正喺度啦，所以我哋成個台先至可以咁順利嘅去營運啦。嗯，係啦，咁我哋下個星期我哋係做咩話？下星期咪知好多。好啦，特別嘅戶外嘅，唔係戶外，室外景。阿神會唔會叫你提下講燕窩喎？燕窩，我講咗啦，係啦，我講咗啦，我話做完運動之後就係最緊要就係燕窩嘛，燕窩係蛋白質啦嘛，記唔記得啊？係啊，咁同埋咧燕窩咧母親節送俾我哋嘅媽咪食，媽咪就好開心噶啦。OK， 好。